我今天就教大家一个，不管男孩女孩都可以训练胸部的一个爆发力的东西，就是俯卧撑。胸部的爆发力。学了这个呢，你的胸部就会更有力量。明白明白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俯卧撑拍手，给大家来几个。哦哦。为什么往后了？这位大哥，重点是你一直在往后退。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。我是在侧面看，真正做正确的只有两个。反正就多做多做，一定会多碰到的。